觉得名额档一定要一掉七八，到一趴吧。而且今天只要随便什么人死，新闻就被盖过去了。太悲观了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民和党要下台。如果要赚钱的话，我就帮民和党就好了。我们要来应付毒蛇猛兽了。我服务做得很好。那你去年怎么会输？手机这么好看啊？现在选举啊，阿公哦，手机就带完了，一定会再退掉。总统曾荫权今天宣布将代表民和党参加2022总统大选竞选连任，他的副手搭档是立法院长赵昌泽。真正会做菜的人决定进厨房了。也希望爸爸顺利选上。第一任真够帅。民和党需要的就是世代交替。就是这种人不能靠体制内的方法，只能靠自己。什么党都是一样。